对，那你享受一下哈。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。也是中国信托打来的，我说电话号码一模一样哎。我听到了，那现在他什么情况？我下次跟你搞通一下，是什么情况？他跟我说他也是要帮我做取消的动作。也是要跟你做取消？啊。那现在你是文件的时间，我今天直接收到这一份文件了吗？所以我一样跟你对接吗？还是跟刚刚另外一位？对，这边跟我对接就可以了，好吗？银行的号码之后，你这组身份证照申请的电话是0901。然后。之后你这组身份证照申请的条码0891896。金额部分是什么方面码？0998689989986吗？对对对，那你传送一下哈。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柬埔寨好玩吗？柬埔寨好玩吗？跟阿比一样呢，浅眠的人呢，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？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用喝的就能舒压的饮品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。现在赶快上快点购，还有优惠抢好康哦！